第5161集。此时，紫皇仙宫山门后方一座阴森的洞府里，紫皇仙宫的山门分前方后方。前方的山门是仙气喷薄，瑞霞漫天的仙境气象，但后方的山门则如森罗炼狱，是一片昏暗的世界，处处弥漫着魔气。这里是邪派的居所，紫皇仙宫划分正邪两派，这都是道德天尊的安排，外界很少有人知晓。此刻在邪派山门最为阴森的洞府里，一个身穿黄金袍子的老者醉眼醺醺，盘坐在一堆黄金与灵石堆成的小山上，各式天才地宝、珍矿灵石堆满了整个洞府，光芒闪耀，有许许多多的裸身美女、护法强者在洞府里面伺候着那老者。老者修为气息强悍，已经无限接近仙帝，他正是传说中的多宝天君。有人动了我的宝藏。黄金与灵石堆积的山堆上，多宝天君睁开了眼睛，那股醉醺醺的姿态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冷酷与森严。难道是极灭宫那群混蛋想要把人救出去？多宝天君语气森冷叫道：“龙豪。”一个护法强者出列拱手叫道：“邪尊大人。”多宝天君为邪派领袖，又被称为邪尊。如果叶辰在这里，他一定可以认出这个出列的护法强者正是第二龙豪。多宝天君道：“你去盘龙星看看，不知道是什么阿猫阿狗动了我的宝藏，很可能是极灭宫那些废物。”第二龙豪道：“是，属下马上去查探。”多宝天君祭出一把剑道：“小心点，我的剑你拿去，可保万无一失。”这把剑锃亮闪耀，充斥着磅礴的审判神威，正是传说中的五武神器审判之剑。太上三十六道里面，太上天判道就是从审判之剑里流传而出，这把剑有着审判天下、镇压寰宇之威，非常厉害。第二龙豪眼瞳微缩，心想多宝天君居然拿出了审判之剑，想来盘龙星那边的敌人实力非同小可，当下他不敢大意，恭敬地接下审判之剑。多宝天君眼眸微眯，又问：“对了，龙豪，你表妹第二妖姬什么时候决定加入派别？你可要多劝劝她，一定要加入我邪派，正派那边都是一群伪君子，日子无聊得很。你表妹喜欢刺激，那最好就是加入我邪派阵营。”说到第二妖姬的时候，多宝天君的眼神里面满是垂涎与淫邪的神色。第二妖姬可是鬼王界的第一大美人，艳名四波，他也是渴望得很。第二龙豪心里暗骂：“这个老色鬼，我表妹清纯动人，我都恨不得一亲芳泽，还轮到你来染指？”表面上保持着恭敬道：“邪尊大人请放心，我一定会多加劝说。”多宝天君满意的点点头道：“去吧，极灭宫那些渣子可能有动作，你去盘龙星将他们全部杀了，我重重有赏。”第二龙豪心头一喜道：“是。”当即带着审判之剑转身离开。他此前在破虚域里面想袭杀叶辰，结果失败，甚至丢掉了仙祖法退，元气损耗巨大，想要恢复的话唯有依靠多宝天君的赐福。但多宝天君此人阴险歹毒，心思乖戾，想求他恩赐那是难比登天，他纵使有千万宝藏都不会赏赐给手下一丝一毫。此时得到多宝天君的承诺，只要解决掉盘龙星那边的变故就有赏赐，第二龙豪自然是无比欣喜。盘龙星地宫之中，叶辰摧毁了大量地宫建筑，出了一口气，心情舒坦多了，就准备与紫环大帝离开。
忽在此时，叶晨却听到地宫深处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呼喊。有人吗？救命！那呼喊声断断续续，显得颇为凄凉。叶晨听到这呼喊的声音，眼瞳一缩，回头望向地宫深处。前辈，那里关押有人。紫寒大帝脸色一沉道，别管这么多了，我们走吧。你拿了宝藏，还杀死了九幽敖，吸收了红军战役，必定引起多宝天君的察觉，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叶晨眉头紧皱，却又听到地宫深处那若有若无的呼救声传来。救命啊！这呼救声很是虚弱，叶晨冥冥之中更是捕捉到一丝熟悉的因果气息，竟然与第二妖姬有关。难道被关押的人是妖姬姑娘的朋友？叶晨心中一动，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他很有可能就不管了，毕竟他也不是什么圣母天主。世间苦难太多了，他不可能一一相救。但是那关押者很可能是第二妖姬的朋友，他可不能坐视不管。前辈，我要过去看看。叶晨不想心中留下遗憾，大步地向着地宫深处走去。紫环大帝叹息了一声，也只好跟随着叶晨来到地宫深处。两人来到深处之地，竟发现地下有一处水牢，水牢中囚禁着一个黑衣女子。那黑衣女子双手被铁链锁住，浸泡在冰冷的水中，脸色苍白，伤痕累累，气息无比的虚弱。站在水牢边上，叶晨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冰冷刺骨。这水牢里灌注的水不知道混入了什么材质，异常冰冷，一缕缕寒气漂浮着，周围空气的温度也是骤降。叶晨站在边上，都是寒冷入骨，难以想象那黑衣女子被囚禁在水牢里面要承受多么惨烈的冰冷折磨。姑娘，你叫什么名字？第二妖姬是你什么人？叶晨看着那黑衣女子问道。现在距离近了，他更能清楚地感受到那黑衣女子身上的因果气息与第二妖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她一定是第二妖姬身边的人。那黑衣女子却是十分的虚弱，无法回答叶晨的问题，苍白的嘴唇嗡动，声音微弱道：救我出去。叶晨凝重地点头，也不废话，立即将黑衣女子身上的锁链斩断，将她从水牢中拖了出来。囚禁女子的铁链上面带有特别的封锁禁制，但并没有难倒叶晨。叶晨搀扶着那黑衣女子，只觉得她身体冰冷的可怕，没有一点的热气，真不知道她泡在那冰水里面这么久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先带你离开。叶晨扶着那黑衣女子往外走去，然而走了没几步，叶晨就感到一股凶悍的气息从外面爆射而来。一个身穿青黑长袍，长着一个鹰钩鼻的男子，神色冷峻，从地宫外飞射而入，出现在叶晨面前。第二龙豪。叶晨看到这个男子，神色微微一变，这个男子正是第二龙豪。叶晨，是你这小子。第二龙豪看到了叶晨，愣了一下，他万万没有想到闯入地宫的人居然就是叶晨，而且紫环大帝还在叶晨的身边。叶晨和紫环大帝相视一眼，两人表情都轻松了很多。他们原本担心多宝天君会派强者降临，甚至是亲自降临，但现在多宝天君派出来的只是第二龙豪，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他们的心情自然轻松许多。第二龙豪看到两人轻松的表情，甚至还带有些轻蔑，不禁暴怒道：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邪尊大人的藏宝之地。叶晨，你敢冒犯邪尊大人，你死定了。还有你，紫环大帝，
你当年在邪尊大人手下如一条狗般的挣扎，你今天还敢出现想找死吗？他在多宝天君手下也听过许多故事，知道在当年紫环大帝曾经受过多宝天君的欺凌打压。听到他这番话，叶辰和紫环大帝也是瞬间怒了，你一条走狗也配这么跟我说话？给我死！紫环大帝须发激张，狂怒之下一掌爆杀而出，掌风如黑潮惊浪，滚滚呼啸。第二龙豪感受到紫环大帝的威势，倒也不敢应接，慌忙侧身躲开，而后冷笑道：紫环大帝，你肉身已失，不过是一缕残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邪尊大人的厉害。说吧，第二龙豪手一挥，一把惊剑芒爆闪，猛然飞出，那正是审判之剑。审判之剑一出，无无神器的威能瞬间爆炸，一股宛如烈日般辉煌，宛如惊雷般猛烈的审判神威从那剑身上弥漫而出，虚空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而圣洁的光环，那是审判的光圈，象征着审判的威严。那审判的神光四射而出，落到紫环大帝的神魂躯体上嗤嗤作响，紫环大帝的神魂身躯顿时蒸发出了白烟，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这审判之剑可以审判诸天一切，特别是对于亡魂有着强烈的克制效果。如今的紫环大帝终究只是一缕神魂，面对审判之剑的威压，顿时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中去。前辈，你先回去。叶辰看到紫环大帝有危险，立即心念一动，强行将紫环大帝收回轮回墓地的墓碑里去。见到紫环大帝隐伏，第二龙豪更是张狂，仰天大笑道：叶辰，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怎么跟我斗？你区区百家境，难道还能翻天，敌得过我这个先祖强者？叶辰咬了咬牙，以他百家境五层天的修为，面对先祖级的强者，那自然是凶多吉少。但他并非毫无胜算，他还有逆转的机会。叶辰祭出了人皇圣刀，握在手中，手掌青筋暴突道：你以为你就能杀得了我？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剑锋利，还是我的人皇刀锋利。